一星期一本书，再忙也不忘记充电。各位好，我是珊珊。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道理，大道理讲得认真，讲得严肃，听的人反倒是不喜欢。人生真言有时候也藏在一些不正经的歪理中，这些乍看起来像是随口胡扯的几句话，笑完之后却慢慢发现，原来每一句都是大实话。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16句人生歪理。第一句，借口腾不出时间去健身的人，迟早会腾出时间去看病。感悟：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，年老时拿钱换命是最赔本的买卖。不要在可以动起来的时候选择懒惰，不然到老了想动的时候就动不了了。第二句，我这人从来不记仇，一般有仇当场我就报了。感悟：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，你越大度，别人就越得寸进尺。有句话说，忍一时越想越气，退一步越想越亏，反而是有仇当场报仇，有恩当场报恩的人活得最舒坦。第三句，发怒一分钟便失去60秒的幸福。感悟：光阴如此短暂，生活中一些无聊小事又哪里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去生气呢？做人呐，糊涂一点，健忘一点，保持心态平和，不生气，自然会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。学会甩开烦恼，丢掉忧伤，开开心心活，快快乐乐过。第四句，人生无非是笑笑人家，再被人家笑笑而已。感悟：无论遇到了什么，请坚持对自己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十年上，笑一笑，你会发现，生活原来没什么大不了。第五句，太多的为什么没有答案，太多的答案没有为什么。感悟：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答案，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解释，这是世间的常态，一切不过是平常。想太多，问太多，只会将自己受困于一人一事一局之中，走不出来。人人皆是光阴的过客，多一点平常心，少一点胡思乱想，活得洒脱自在，是人生最好的状态。第六句，活着的时候开心点，因为我们要死很久。感悟：李白在《春夜宴从弟桃花源序》中写道，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，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。时光最是留不住，人生经不起虚度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当下，把握生命的每分每秒，才不辜负这大好年华。第七句，为了想清楚昨天为什么失眠，今天我又失眠了。感悟：人的烦恼有40%属于过去，有50%属于未来，只有10%属于现在。这说明我们大多数人要么是苦苦追着过去不放，要么就是过多的担忧未来。其实人生无非就是一场爬山的旅行，轻松上阵才有可能攀到山顶，看到最美的风景。第八句，好好活下去，每天都有新打击。感悟：希望总是和打击形影不离，刚有点新希望，打击便迎头而上。即便是如此，还是得好好的活着，打击虽然有，还得站起来继续往前走。第九句，要是每个人都懂你，那你得有多平凡。
感悟，永远不要苛求别人都能够理解自己，更不要让自己活在别人眼里。你就是你，独一无二的自己。别人能否懂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坚持活出自己。第十句，有的人是来爱你的，有的人就是来给你上课的。感悟，我们会和很多人遇见，这其中有一些人会给你爱，另外一些人呢会给你伤害。有些缘分是好事，有些缘却是孽缘。不过既然他来了，也总会教会你一些什么，比如认清人渣，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。第十一句，你把别人想得太复杂，是因为你也不简单。感悟，世界变得复杂是因为你变得复杂，你简单了，世界就变得简单。做一个简单的闲人，即便没有一张琴、一壶酒、一溪云，也一定有一本书、一盏茶、一友人。生活的真相有时候就是触手可得的那些东西，早明白早开心。第十二句，什么叫万死不辞呢？大概就是每天被气死一万次，但是仍然不辞职。感悟，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，人生当如西游记，艰难险阻不要记，风里雨里昂首走，且歌且行且珍惜。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两个字，我们要学会给自己打打气。第十三句，大多数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，而是比别人幸福。感悟，口渴的人有口水就是幸福，饥饿的人有个馒头就是幸福，失落的人有句安慰就是幸福，孤独的人有个朋友就是幸福，赤脚的人有双鞋穿就是幸福，没脚的人能够走路就是幸福，盲眼的人看见阳光就是幸福，生病的人恢复健康就是幸福。而一个贪得无厌不知满足的人，永远也找不到幸福。第十四句，与其埋怨不如埋了怨。埋怨他人不仅于事无补，还会引发矛盾，伤害感情。与其责怪他人的过错，不如埋掉一时的怨气，学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第十五句，等忙完这一阵，就可以接着忙下一阵了。感悟，我们通常会说服自己，忙只是暂时的，等做完了眼下的，就能空下来了。事实上呢，这样的境界永远不会到来，因为旧的事情刚做完，新的事情立刻接踵而至。人永远都忙不完，事情会一直都在，但亲人、爱人不会永远等你。最后一句，一定要保持笑容，不然这些年的牙都白刷了。感悟，一个灿烂爽朗的笑容最能直击人心，它给人以自信，给人以光明，给人以温暖，让人即便身处薄凉之中，也能看到最美的风景。无论到了什么年纪，愿你我都能常常面带笑容，或云淡风轻，或去留无意，或像孩子一般烂漫可爱，欢欢喜喜的来，高高兴兴的走，悠然的度过这一生。有些人生歪理，诙谐之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，让人开怀一笑的同时又得到启发与鼓舞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扑哧一笑之后有所收获。